对于喀麦隆克里比市罗拉贝村村长布莱斯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他把全村的人都召集起来，要做一个关乎全村人未来命运的决定。罗拉贝村是喀麦隆克里比的一个小渔村。几年前，喀麦隆政府和中国政府一起推动了克里比深水港的修建工程。2018年3月2日，新的港口开港运行，港口二期工程也即将开工。罗拉贝村人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这片土地，就在港口施工范围内，罗拉贝村必须要整体搬迁。Oui, ce n'a pas été facile de recevoir cette nouvelle de déménagement. Et pour cela, certains peuples, certains villageois avaient dit que eux ne partaient pas, ils restaient sur place. Mais bon, le seul problème reste ce problème dont je vous ai souligné tantôt.新的村子也靠海，地理位置甚至比现在要好，而且在喀麦隆政府为他们划定了地块后，负责承建克里比深水港二期工程的中国公司已经平整了土地，建起了新的学校。但新的村子距离克里比深水港路途遥远。Il faudrait même dire que l'arrivée de ce grand projet du port a, d'une manière ou d'une autre, ou alors plus ou moins, amélioré le commerce dans le village parce que, avec les travaux du port, il y a beaucoup de population et puis les femmes ils vendent à manger, les pêcheurs ils vendent du poisson.为了让当地村民能够因港口扩建而获得更多收益，负责项目施工和后续营运的中国公司计划在新村子和港口之间修建一条现代化的公路，并且承诺在二期工程投入使用时会招聘更多的当地人，这让罗拉贝村的村民们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一座港口让罗拉贝村人以捕鱼为生的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而他们也乐于接受现代工业文明带给他们的这种改变。他们知道，这样的改变在如今的非洲大陆上每天都在上演。今天的非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景象，令人振奋，令人鼓舞。非洲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发展道路，坚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独立自主势头锐不可挡。非洲积极推进工业化，谋求自主可持续发展，快速发展势头锐不可挡。非洲加快一体化进程，在国际舞台上坚持用一个声音说话，联合自强势头锐不可挡。
当今的非洲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具发展潜力的大陆之一，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一极，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一极，人类文明的多彩一极。中国和非洲有着同样伟大的古老文明，近代以来也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自上世纪中叶起，中国和非洲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结下了深厚友谊。This one I opened about 40 years. The things inside. You know this one? That machine to push the tree. This one. 当年，修建铁路的工具都被尘封在这片早已废弃的仓库里，但恩够萨一直舍不得把它们扔掉。1970年10月，中国政府先后派出50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为独立不久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一条连通两国的坦赞铁路。I stay long time from 1987 until now. To make this house, we stay this house. Me, we stay that place where the Chinese make where I will stay. 如今，坦赞铁路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产生活。这条被誉为友谊之路、自由之路的非洲东南部铁路网中的骨干运输通道，也成为见证中国和赞比亚、坦桑尼亚之间友谊与合作的丰碑。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非始终是风雨同舟的好朋友，休戚与共的好伙伴，肝胆相照的好兄弟。2000年，中国与非洲友好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目前，这个中非间集体对话与务实合作的重要机制，已有中国和53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共55个成员。论坛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There is nothing China has done that threatens the independence or national interest of Zimbabwe. Sobre todo el respeto mutuo, la política de no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de Guinea Ecuatorial, and they are doing it under our terms.They don't come and impose their terms. If they did, we'll say, "Ah, don't behave like others." So we don't do that. We are talking as equals. 中非双方应该坚持义利并举原则。从中非发展实际出发，相互考虑对方关切。寻找和扩大利益交集，共同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情义为重。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一面旗帜，它的核心要义是把帮助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同中国自身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推动世界更加均衡、包容、可持续发展。治和者不以山海为远。2015年，南非约翰内斯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非洲做出了来自中国的承诺。
我们决心抓住中非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的历史机遇，推动中非合作全面发展。围绕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五大支柱，着力实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和安全十大合作计划，不断充实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近三年来，在中非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五大支柱不断夯实，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实施工作齐头并进。中非合作论坛约堡峰会以来，习近平主席等20余位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非，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等20多人次来华访问或参加会议，双方高层互访密度在中非交往史上少见。双方政府、政党、议会、军队和地方交往日益密切，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日益加强，中非迎来了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The only thing that I would like to say to Chinese people is welcome them. There is the opportunity in Tanzania. There is the, still that room of us working together. Apprendre à parler le chinois, puisque je rêve d'aller dans ce pays. Now must be, I make a good relationship because they are friends. Since independence, this road has never been touched. But now you people have come.And then we have it ready. It will be good for the whole community. We learn many things from Chinese people, like using time, having a plan. They built us, they provided us with this infrastructure. So your China business, you are good. God bless you.今天，蒙内铁路火车司机康西利亚终于等到了能够尝试独立驾驶火车的机会。My major i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hen they had we have the new locomotives from China, I'm among the few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drive about it. They felt so good. They could go over our neighborhood telling people, like, I didn't know I was going to train as a driver.2017年5月31日，连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海港城市蒙巴萨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竣工通车后的第二天，铁路的客运服务便正式启动。从那时起，康西利亚就一直工作在这条铁路线上。480公里的行程，原先需要10多个小时。现在只要4-5个小时就可到达。截至2018年8月4日，开通仅仅1年多的蒙内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162.8万人次，发送货物总量148.1万吨。Because this is just an industry that is starting.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and at some point and time.We need to transfer the knowledge we have learned directly from the Chinese to other Kenyans. So I want to learn the knowledge from the Chinese so that in the future I can transfer it to other Kenyans. 在蒙内铁路建设过程中，46000名肯尼亚年轻人在这条铁路工作，他们和2000多名中国人一起
为肯尼亚的经济增长贡献了1.5个百分点。而这个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新时期中非合作的新成果，被当地人称为发展之路的蒙内铁路，也正在向着非洲东部、中部的更远处延伸。2018年1月，肯尼亚内罗毕国家公园附近，蒙内铁路的延长线内马铁路1期工程施工现场，迎来了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每隔一段时间，肯雅塔都会亲自到这条铁路的施工工地现场办公。对于肯尼亚人来说，这条由中国承建的全长487.5公里的铁路，承载着他们的希望和梦想。非盟在2015年颁布的《2063年议程》，描绘了非洲工业化的长期发展战略和中短期实施计划的蓝图，以期通过工业化进程优化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维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方合作伙伴。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suis là. Et notre relation avec Chine, avec la Chine, c'est-à-dire que la Guinée équatoriale, il y a de beaux relations entre Guinée équatoriale et la Chine. C'est-à-dire que nous sommes ici comme c'est nous. Maria Mou Bengueno est la capitale de Guinée. 这一次他到中国来，是要参加一个事关他领导的城市未来发展的大事——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这次论坛汇聚了非洲24个国家的160余位官员。作为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分论坛，此次论坛以摆脱贫困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旨在以地方合作落实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共同探索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Generalmente en todo país han desarrollado y particularmente en Malabo, que es la capital de la nación, la mayoría de las construcciones que están en el país han sido hechas por las empresas chinas. 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非方关注的一大批基础设施、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建设付诸实施。中方已为非洲培训16.2万名各类职业技术人员，为非洲国家提供4.3万个来华培训名额，提供2万多个政府奖学金名额，1300多个学历学位教育名额。这些项目在带动中国的企业、产品、技术和标准走出去的同时，更是为非洲国家带去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的经验和专业人才，发展了非洲国家的基础产业，改善了非洲国家的投资环境，增强了非洲经济的造血能力，促进了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民生的改善。And I'm a beneficiary of the Chinese assistance because I'm here at the Malaw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y are my brother. Every day I'm together with them here. Chinese for here. They understand to me.China is amazing. The Chinese are love regarding many aspects of life. And what comes into my mind is Kung Fu. Ach! You know, it's really interesting.
今天只有八岁的路易吉要完成一件对他来说十分困难的工作，他要写一篇与鹿有关的文章。爸爸，喂，我来陪你。啊，学得上。Tu veux bien peindre de votre voix ce que vous avez écrit. La construction de la route qui mène chez nous est en mauvais état. Ça nous met en retard. Quand nous allons à l'Alliance, quand les parents vont faire leur livraison, ils sont en retard. Ah, fais bien attention de, les casser, de ne pas les casser, hein. Laisse-le tranquille, il faut encore des yeux, elle faut encore des yeux. 路易吉家是马达加斯加当地的蛋鸡养殖大户，每天他都要帮父亲打理养鸡场，再帮父亲把鸡蛋送到市场上去。通往首都塔纳纳利佛的道路很难走，但每天从这条路上运送的鸡蛋都超过了15万枚，占到了首都鸡蛋消费量的95%。Quand les fermiers font leur livraison, quelques œufs sont parfois cassés car la route est mauvaise. La construction de la route sera bénéfique pour nous. Ça fait seulement 9 km, mais on a besoin de 1 heure à 1h30 pour traverser 9 km. Vous voyez là actuellement, c'est que on a du mal à acheminer les œufs depuis notre commune pour aller à Tana. Ça a un grand impact sur notre économie. Nous souhaitons vraiment une construction d'une vraie route.路的问题不但是路易吉一家的问题，也是许多马达加斯加人的问题，特别是环首都地区的道路，糟糕的路况、拥堵的车流已经成了影响当地人生活、制约马达加斯加经济发展的大事。从中马两国建交开始，马达加斯加政府便开始与中国开展合作，努力改善马达加斯加的社会环境。2016年11月，由中国企业为马达加斯加修建的一条现代化标准的公路伊瓦图国际机场快速路项目西线工程建成通车，很快成为当地最重要的交通枢纽。Entre-temps, les relations se sont développées. Depuis les 10 dernières années, pratiquement, et surtout les 4 dernières années, depuis que je suis à la présidence de ce pays. Et je pense que tout cela marque, si vous voulez, cette gamme de secteurs dans lesquels s'étend les coopérations entre la Chine et Madagascar. Donc c'est une coopération qui se renforce de plus en plus, mais ce qui marque le plus, je crois, aujourd'hui, c'est une forte, je veux dire, concentration au niveau des infrastructures, et ça, je pense que tu as souligné. 最近，路易吉家的附近也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他们即将为马达加斯加修建一条全长19.25公里的公路。这条专为马达加斯加首都郊区马义奇镇、安巴诺多卡纳镇和马哈扎扎镇及沿线鸡蛋产区约40户蛋鸡养殖大户修建的公路，
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鸡蛋路。Après la construction de la route par les Chinois, nous ne serons plus en retard. Nous gagnerons beaucoup de temps. 中非合作的互惠互利，得到了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真诚赞誉。2016年10月。非洲知名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发布民调显示，在非洲36国5.4万受访民众中，2/3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评价，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政治经济活动推动了非洲的发展，中非友好的种子日益深深扎根于非洲人民的心田。而与此同时，随着中非合作的日益扩大，中非友好大家庭的成员也在逐渐增加。2016年3月17日，冈比亚同中国复交。2016年12月26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中国复交。2018年5月26日，布基纳法索同中国复交。中非合作正在汇集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民。2016年7月，就在习近平主席在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半年之后，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非洲52个论坛成员方的3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中非双方一致同意将秉持共同发展、集约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开放发展五大合作发展理念，确保落实峰会成果安全、有序、有效推进。只有8岁的路易吉每天都盼望着家门口的鸡蛋路能够快点修起来。他并不知道，为了让他的梦想成为现实，马达加斯加政府和中国政府都做了许多实际且高效的工作。喀麦隆克里比市罗拉贝村的村民们第一次来到了政府为他们规划好的新的土地上，他们即将开始建设他们的新的家园。Nous sommes tous prêts, nous sommes même contents, nous voulons partir. Mais bon, le plus important serait que les populations soient d'abord installées. Notre souhait dans l'avenir, c'est que nos enfants puissent travailler, soit dans l'exploitation du port, soit dans la construction du port. Et c'est un grand projet qui est très important.Pou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pour toute l'Afrique et pour tout le monde entier. 今天，非洲正在积极谋求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朝着2063年议程描绘的美好梦想前行。中国正在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中非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中非合作发展互有需要、互有优势，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双方将共同规划未来前行路径，赋予中非关系与合作新的实战内涵。中国梦与非洲梦新融合的大幕已经开启，2018年将会是中非合作征程上又一个新的起点。